警察局谢新任局长交接典礼，典礼开始，恭请县长就主持人位置。监交人就位，恭请内政部警政署江主任秘书就监交人位置。命令戴崇贤代调派代花莲县警察局局长。在这里除了感谢还是欢迎我们的戴局长从澎湖到嘉义到新北到台南，也历经保一保五再到警政署，我想从最基层的警员历经各县市政府再到警政署，历练真的让我们可以学习，也可以成为我们学习的标杆。会有几件事情要请我们的警政人员大家一起共同来努力。第一个弃毒，第二个就是防止黑道以及暴力，这是我们的坚持一直以来。所以在蔡局长的任内，对于我们的主动查缉毒贩498人，破获各类的毒品2666公克，打击黑道帮派，扫荡本县犯罪组织6件34人，查扣枪支31支。我想这对于加强查办不容不法分子之事，我想这是我们的本分，也应该做，因为我们必须要让我们百姓安和乐利，安居乐业。